那鼻是不要的，因为不该在这里。嗯，那是澳大利亚，走到靠边。循环啊，就是你要吃早餐，你要先走一个小时，也算是。好呀，那我们现在要下山啦。没有了，没有下山，要沿着那颗线。那不就下山的意思？还要还得再走。绕一圈不就是下山的意思？也不算是，因为我还得再往上走一段。走一倍的路哈，行李。这是一个 hiking 团，就是我们每天都在 hiking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段路啊。我们可是。hiking 了一个小时才吃到早餐的团，所以你要参加这个团，你每天早餐你就要心里做好准备。对，先得走一段才能吃早餐。对，要努力。而且是早午餐，这种团真的是午餐后。对啊，是早餐。早餐吃完，你不要以为吃了这早餐，午餐还有的吃。没有，一天就两餐。他经费有限。一天就两餐。经费有限。哎，还有一件事要分享，还有一件事要分享。导游都亏死。还有一件事要分享，就是呢，这个Mountain Jump， 这个开车上来要付八块钱。八块是八块，忘记了八块吧，好像八块，付八块钱，然后可以停在刚刚那个 Extra Cafe 旁边的一个卡牌，这样。但是呢，你用走上是不用钱的。对啊，用走上的。这个团呢？我们这个团是用走上来，对，连八块都得省，对，连八块都得省，八块等同台币160。对，你为什么要提？能走上来为什么还要花160？对，就是这样子性质的一个团，要三次。
在路旁碰到羊的机会。在哪里？被停放在哪里？他们已经跑过我们的路径了。你下去还是照样错过。抬头看一下啦，抬头看一下啦。他们有人跑就跟着。你叫你从前去镜头，从我镜头。高速连拍好了没？还是牧羊犬来了。牧羊犬，你把所有羊都赶回去了。黑色牧羊犬把所有羊都赶走了。Then I will search the whole world. No matter how low, what the cost. Girl, I'm giving you my heart. 他说他下辈子打算生在农场里。哎。请问你有人要约你下去跳 The Couple？